各位嘉宾、师长以及同学，大家早安，欢迎莅临国立政治大学国际汉学讲座。今天的讲座主题为从科学民主到人文民主，由余英时院士透过录影谈话与我们分享他的观察心得和研究成果。在今天讲座的一开始，我们首先邀请政大的大家长郭明正校长上台致辞，掌声欢迎。我是从这边过来，进来的黄副院长，张院士、王院士、罗博士，还有我们的邓董事长，以及所有在座的贵宾啊，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啊，各位同仁、各位同学，大家好。漏掉了，可能还有很多的校友，还有很多来自各界的关注今天议题的。每一位，大家好。100年前，罗家伦教育长，他写下了五四的宣言。100年后，我们在此成立罗家伦国际汉学讲座。我们希望这样的香火可以继续绵延不断，作为后世的子孙，这是我们能够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代一代的接棒，让我们的前辈们他们的期待、他们的意志可以在我们的手中传承实现，可以一棒又一棒的继续下去。100年前提出来的科学与民主，德先生、赛先生。100年后，一样是一代的大儒，余英时先生也为我们开示。他将为我们讲从科学民主到人文民主，这个绝对是世纪之深。同样的，又要在引领未来的100年，让我们有一个方向，让我们有一个目标。这又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跟100年前有很多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盏明灯来指引我们。我想，政大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学，有很多人会认为一定要自然科学，一定要 high tech， 那才有意义。但是今天社会有很多的动荡，有很多的纷乱，有很多的辛苦，是为什么？我想是因为观念不对，因为价值不对，因为思想不对，而不是因为 high tech 不对。既然这样，我们就承继起我们前辈的宏愿，我们前辈所走的路，我们前辈所曾经有过的思考啊，在我们这一代，我们继续去思想。我们相信思想是有很多会让我们走正确的道路，会让我们做对的事情。今天我们何其有幸能够有余英时院士为我们加持，让我们一起留下这个世代的声音。今天每一位都是一位见证者，各位引颈期盼的要听余院士讲话，所以我就不讲太多了。言而总之，无限的感谢。这里面还要感谢黄副院长千里迢迢从台湾坐飞机到普林斯顿去露营，还有杨瑞松办公室主任也一起过去。我们是何等的荣幸，在座也有很多的同学，有时候要相信一点缘分，要相信一点命运。我们真的有这么样的好运，有这样的缘分，可以让
语音时院士为我们加持，为我们开示，有像黄副院长这样的为我们奔走，真的再一次的感谢，无限的感谢啊！当然也感谢各位今天莅临这个会场啊，非常谢谢各位，祝大家万事如意，谢谢各位。光临真是。来下一个。现在其实时间有点晚了，我们大家都急着要听于院士他的演讲，所以我只很简短的感谢政大，代表我的堂姐罗九芳和罗九华，感谢政大现在设了这个罗家伦汉学讲座。然后因为这个演讲一直是我大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是说知识传播跟学生交流的一个场域。那现在政大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精神把它传播下去啊，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那现在呢21世纪正值这个民主刚才郭院长讲民主科学就五四的精神，那21世纪民主正面临一个就是一个十字路口，我们现在在民主和集权之间，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做一些选择，其实都需要大家集思广益的来思索。那余英时院士啊，他其实跟我的大堂姐九芳姐他们夫妇跟九芳姐他们也有私人的情谊，所以这次他们知道是余英时院士首开这个讲座，他们也觉得非常的高兴。那我就代表他们在这边向郭校长和政大致感谢之意，谢谢。接下来我们也邀请中央研究院黄进兴副院长上台致辞。这个郭校长，那个罗家伦前校长则是罗九龙女士，我现在发现这个罗九龙就是我几十年的老同事，现在今天才发现，我一直没有联想，以为是同样之名。那当然还要谢谢王德威院士、张广达院士，还有邓传兴董事长。我想这一次是一个盛会，我想这个承这个罗九龙的，罗家伦的哲士慷慨的捐助，才有这个国际汉学的讲座。那我想这个郭校长非常的用心啊，他特别构思设了一个罗家伦国际汉学讲座，这无疑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大事，就是提供一个平台，然后来阐扬中华文化，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或从哪一个思考的来讲的话，中华文化都是台湾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文化资源。那有了这个国际汉学讲座之后呢，那我想在台湾尤其政大人文丰硕的传统，一定可以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对国际汉学有很大的助力跟发言权。那校长非常的用心，一开始就设立了一个委员会，那非常严谨，有校内校外的代表，非常严谨地推出了几个人选。那第一个当然是余英时教授当我们的荣誉讲座，因为余先生呢已经90岁了，那他就慨然地答应了，他觉得要共襄盛举。那后来当然校长就很用心派了这个杨副院长啊，杨瑞松副院长，还有跟我们一个团队到 Princeton 去录音，那他的夫人也非常的帮忙，走头走西的啊，联络西，把这个事情弄好了。
那我们这个委员会呢，又一次的推选了我们第一届的国际汉学讲座王德威院士。我想王德威院士其实不需要我再替他介绍，他是国际上首屈一指的这个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泰斗。其实听他的演讲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我们一般听演讲都是正襟危坐，你听他演讲就像听一个歌剧一样，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舒服，而且又受益良多，甚受启发。哎，那这个事情的能够促成，事实上也很多无名的英雄，当然是校内同仁的支持，当然还有像邓传新董事长，他也是一个重要的捐助者，但是他非常的谦虚，本来叫我不要提他的名字。那主要最重要的是，当然是罗家伦的家属，哎，这么慷慨，愿意促成这个美事。那我想我就不多言了，让大家来这个听听这个于先生的这个演讲。他特别挑了这个题目，科学民主与人文民主。乍听之下大家不知道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很平常，其实他这个寓有很深刻的意义。我想在演讲之中啊，大家就让于先生现身说法。因为科学民主是五四两个最响亮的口号，但民主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只是一个客观有形的制度。在今天我们就了解民主这个制度必须要有很丰厚的人文的传统或精神去支撑它，不然民主是会走样的。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于先提出这一点来抛砖引玉，我想值得我们深刻的思考。那感谢大家，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很感谢政治大学郭明正校长跟这个文学院副院长杨瑞松先生为我安排一个重大的演讲，这个就是罗家伦国际汉学民语讲座。我很不敢当接受这样一个也重要的讲座，我因为年纪大了也不能多预备，所以我现在只能跟大家这个做一个一般性的谈话。我今天讲一个题目，我要叫做从科学民主到人文民主。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呢？这就是因为这个讲座是以罗家伦先生的名义设立的。罗家伦先生我们都知道是五四运动的几位大将之一，在胡适之先生领导之下，他五四的学生运动宣言就是罗家伦先生写的。罗家伦先生跟傅斯年、这个顾颉刚几位先生都是胡适的这个入门弟子，他们这个共同发动了这个新的思想运动，不仅是白话文运动，而是思想运动，所以这个运动在当时叫做新文化运动。这就是罗家伦先生这个开场的重要性，这是对中国近百年来五四到今天刚刚一百年，所以这也是可以说是五四的百年纪念。这个五四的百年纪念用罗家伦先生的名义讲汉学这个讲座是一个非常适当的事情。所以我现在要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罗家伦先生。罗先生是一个多方面的学者，他不是一个专家，不像是顾颉刚专研究古史，
也不像傅斯年领导一个史语所，他是一个通才，我们中国过去叫做通才，我现在称他为这个人文修养的一个最有成就的人之一。这个人文修养就是我今天要讲话的重心，所以我要从五四讲起。五四的时候有两个最重要的口号，一个口号就是中国要科学，第二个口号是中国要民主。这两个要求在这个1919以后，就是五四运动以后，慢慢在中国追求，许多人特别是知识人都以这个为目标。所以这个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科学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赶上的，民主更需要有很大的社会结构的调整，也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1919以后，中国又在英国日本各种帝国主义这个侵略之下，没有机会发展科学，也没有机会发展民主，但是都缓慢地在进行。我们要看30年代的言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当时的知识界的人，以北京大学为主体，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这个南开大学这些南方的复旦大学，都在进行这个科学的研究，同时大家也都这个对民主发生很重要的兴趣。这中间还有一段民主跟专制的争辩，这里就不能细说了。但是我觉得到1949为止，这个国民党领导的这个政权在中国最后失败了，赶到台湾来了。到了台湾以后，这个民主跟科学还是知识界最向往的东西。我们可以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49年成立的一个刊物，半月刊，那就是自由中国。自由中国的发行人就是胡适，他的执行的社长事实上是雷震，写作的人有这个台大教授殷海光，那是清华这个金岳霖先生的学生，也是五四的后一代。所以这就是五四运动在台湾的第二次这个开始。所以这个五四运动，我认为从1949到了1996，到中国民主选举，就是每人一票直接选举总统，才完成了一种民主的程序。我只能说完成了民主程序，并不是说它已经到了完美的境界。事实上，这个到了20世纪末期，21世纪开始，台湾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五四的两个理想，至少初步完成。第一个就是科学，台湾的科学到了20世纪末期，那已经跟世界接轨了，不是问题了。民主因为这个直选也成立了。所以在台湾可以说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今天。但是这个时代结束以后，马上就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所以这个新的时代叫什么呢？这新的时代就是一个民主社会，我们要怎么样去在文化上去发展，这就提出新的问题。这就是我今天讲的题目的第二个。我提出第二个问题，就是民主跟科学在台湾基本上这个实现以后，接入是一个民主的社会，需要怎么样的一个精神的支持。民主不能没有精神价值，这个精神价值是什么？当时我们说是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人文，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
然后就各种自然科学也都要介绍到中国来，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民主需要一种人文的支持，所以我要改成这个人文与民主。所以今天我认为是台湾要实现人文与民主的阶段。但是这里我要做一个解释，我说的人文不是用一般所说的人文学问，哲学啊，这个文学啊，史学啊，或者社会科学，不是光讲这些所谓 humanities 或者 social sciences， 那就太窄了。我的意思是一种文化，就是民主不能背后没有一种文化，这个文化其实就是一种人文的文化。用中国的传统说法，像儒家的说法，我们叫它人文主义 humanism， 西方也这样看。西方的这个民主背后也有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就是他们的这个希腊以来的这个自由人权的文化的发展。所以没有这个背后的文化，这个民主是成长不起来的。我们知道台湾的民主在形式上已经完成了程序，可是在运作上当然没有到什么十全十美的阶段。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我们需要有一个民主的文化，跟民主同时并行，互相刺激，一个是精神价值，一个是实际的运作，所以这两个缺一不可。这不是我个人的一种设想，我是根据很多年来在读西方的社会发展得到的一种看法。我们记得很早以前50年代，我那时候读杜威的东西，杜威叫民主不叫他民主政治，而是叫他这个民主的文化，就是一种这个民主生活方式。所以这个生活方式就是文化，所以民主不光是一个制度问题，每个人可以投一票，是一切靠开会解决问题，这都是次要的，都是形式的，重要的是精神。这个精神就是所谓民主的这个文化，民主的自由方式、生活方式。这个方式在后来在许多思想家中间也有新的发展。举个例来说，像这个像黄金先生很喜欢的一位这个哈佛的哲学家叫 John Rawls， 他在发展他的所谓民主这个政治自由主义的时候 political liberalism 的时候，特别提出一个东西，就是民主后面需要一个背景文化，叫 background culture。这个 background culture 在我看来就是把杜威的这个生活方式文化方式做一个更新的说明，就是民主背后要有文化。光是民主一人一票那是量的问题，但民主有质的问题，品质的问题，不是量的问题。所以在质的方面就需要有个新的东西。所以我讲的人文民主是讲一种新的人文文化。这个文化并不取消民主科学已经在内了。像英国有一位这个 Peter Watson， 是一个有名的文化记者，写过一本很大的书叫做20世纪的这个思想史，就是Modern Mind， 是他的书名。他在这里面追寻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从这个100年之内，就是从大概1900到2000的时候，这个有一个转化，这个转化大概世纪中60年代的样子，就是科学的文化在社会上取得重要地位，慢慢取代了以前的人文文化，
他比如说以前英国这个主管政策的人多半是人文学者出身，但是到六十年以后元旦以后，因为科技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不能不让科学家来主持，所以科学文化又代替了这个人文文化或者社会科学文化。在这个代替中间当然发生了争执，所以就有两个文化的说法的兴起。这个两个文化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上两个都要。可是照这个Watson 的分析，到了二十世纪的末期，有一种新的人文出现，他称之为 New Humanities。 这个 New Humanities 他说不是光指人文文化，不指社会科学，也包括是科学本身在内，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综合。所以这就是他所说的文化的背景。所以这个文化背景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背景，是民主发展会有各种挫折的，意想不到的挫折。我想这个就是我要把问题到这个提到这个人文跟民主是今天我们在台湾所特别要这个特别要强调的一种结合。我们不能光谈民主，也不能光谈选举一人一票，我们要谈一个新的文化。这个文化怎么样能支持自由人权？就是你像这个 Ross 就有一个说法，他说我们老谈这个正义 justice， 这个观念大家都能接受，但是为什么能接受？就是背后有一个 justice 的文化在那里，这是从希腊以来就有的，所以这个大家觉得人权是无可否认的。像比如说像人权观念到十九世纪末期也传到中国了，而这个现在也被接受了。所以今天我们都承认除了共产党以外都承认有一种普世价值，是各民族各文化传统的这个国家都具有的，都是欢迎的，都接受的。除了这个共产党的集权体制以外，这里就有引出一个更深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人文文化，在可以帮助民主发展。在我看来这里边是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就是民主不能没有人领导，就总有人要做总统，总有人要做行政院长，总有人要在各种领导岗位上发挥作用。所以领袖是领袖不是最伟大的人，只是必要的。是这个用西方的观念，他们叫做精英，知识的精英 ，intellectual elite。这个 intellectual elite 是几乎是所有社会都不能缺少的。这个观念是我在1980年代读这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史学家，叫做Charles 这个 Schlesinger Jr. Charles Schlesinger 这个教授是哈佛大学有名的美国史教授。我的父亲在1926、1927、1928的时候，大概是1927、1928，在哈佛念过一年，那就是跟的是 Schlesinger 教授，老教授。所以 Schlesinger 教授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了。所以一直到香港以后，我们才知道他的儿子名气后来比他更大，影响也更大。所以这个十来岁的 Junior 后来做了这个 Kennedy 总统的特别顾问所以他有一个提议，就是说这个 elite 既然都要存在，那就由 elite 本身
要有人文的修养。在这里他举出的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叫白彼得。白彼得是 Irving Babbitt。 Irving Babbitt 是谁？那就是跟吴宓、汤用彤、陈寅恪在哈佛时候都熟悉的一个教授。这位教授也懂梵文， 也对中国的孔子特别重要。他提出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个在他一本重要的书里面叫做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就是这个民主跟领导，民主跟领导之间有什么关系？他认为民主离不开有人领导，既然有人领导，这个民主这个领导的人必须有很高的人文的修养。他讲的人文修养就讲的是这个包括社会科学、科学、人文学在内一些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理解，没有这些理解，你不配做领袖。所以，这个白彼得这个理论，是在，因为白彼得在美国一直看来是一个很落后的，甚至有人说他是反动的，思想家，在中国也变成这个胡适之的敌人，因为这个吴宓、梅光帝都是在哈佛时候是他的学生，回到中国来要反对胡适之的新文化，就出版一本刊物叫做《论学衡》。这个学衡就是后来的中央大学，前面是东南大学，这个主持的一个刊物。这个刊物是跟这个胡适之新文化唱反调的，要注重古典的东西，古典的东西不能没有。所以在中国一般人心目中， Irving Babbitt 是个落后的，不值得提倡的。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到80年代大家发现他也有很重要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所以这个 Irving Babbitt 的这个理论，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有观念。他说西方是科学的概念非常发达，像亚里士多德，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他说中国有一个特色，中国特色就是强调主持政治的人、领导社会的人一定要有本身要有心修养，能做得到，不是提出一个观念，而是观念怎么实践。这个就用这个白彼得的英文说法，就是怎么样的这个怎么样的实践这个人文的修养。这个它叫做exemplification， 就是你以身作则。中国的说法就是以身作则，你要做领导的人不能以身作则，你光谈一些空的概念那是没有用的。所以他主张，我们在提倡政治社会改这个走向民主化的时候，要有两套东西。一套东西是他认为是西方的这个概念的发展，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而在实践方面，他特别尊重是孔子。所以他说这个亚里士多德跟孔子是配合，最好是配合的。所以这个说法在现在在这个二十世纪末叶以后也慢慢受到人重视。这个重视的原因就是我们过去都认为这个法很重要，人不重要，而跟中国是相反的，中国重人不重法。其实中国也不是不重法，中国像孟子说的，除法不足以自行，只有法律它没办法自己运作。运作的人是谁呢？是法，是人。所以这个由他说进一步再说出有治人然后才有治法。人不能够执行这个法，不能忠实的把它实践出来，而且以身作则，
实践出来，那是还是没有用的。所以这就是说，文化后面，这个民主的后面必须有一种精神，动力。这个精神动力，我们就叫它一种新的人文。这个新的人文，这重要性，主要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回头看一看罗家伦，像罗家伦这一代的人，他们，你从他北京大学做学生开始，啊，就对于这个，一般的文化、中国文化、西方的文化，古典的、现代的，都有相当的这个修养，否则他也写不能写出五四运动的宣言出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个中国民主科学之所以慢慢在中国发展，到最后在台湾实践，跟这一批有修养的这个学者，五四一代的有修养的学者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人文修养才领导这个台湾最后实现了我刚才说的民主跟科学。所以接下来就是说，新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这个人文的发展比要求比这个过去要高得多，所以要特别努这方面这个努力。以这个罗家伦来说，他不是一个专门的学者，他专门学文上没有大成就，可是他有一个重大的特色，他做三岁左右他就做了清华的校长，虽然只做了两年，可是他把清华变成一个从一个留美的学校变成一个中国最好的大学，这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他重要的就是他知道谁是最好的教授，谁是最好的教授我必须请来。我像蒋廷甫就是他从南开请到这个清华的。当时中国相当受尊重的一位史学教授陈寅恪也在这个清华。他就在罗家伦离开大学校长的时候，说出一种很惋惜的话。他说像清华要找到这样一个校长以后是不容易的。为什么不容易呢？他后来解释，就是说他对中国学问、西方学问，虽然不是专家，但是都知道门径。这就是我所说的修养，就你知道基本的门路，知道走哪些路可以得到这种一种修养，这种精神修养可以在你工作时候到处发挥作用。这就是罗家伦的特色。所以罗家伦先生这个生平跟学术发展我在这里不能细讲。我很感谢罗九华女士把她的有关的著作给我看了，从我大地看，就是她在文学、哲学、这个史学方面都有造诣。比如说蒋经福没有能到这清华以前有一段空白，这个空白这个中国近代史就没办法教，所以罗家伦先生自己就是出场了，他也教了半学期这个中国近代史，可见他是有相当有修养的。后来他在中央大学做校长也是十年，所以说中央大学也变成一个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文修养的重要性。到台湾以后，当然他没有发生再大的作用，可是台湾的这个像胡适在台湾能够做十年，做了好几年的这个院长，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而我认为胡适先生，最基本上还说还是一个有人文修养的这个特殊人文修养的一个学者，而不光是某一个专家，不光是中国这个
中国哲学史上册的作者，也不是光是一个某些论文的作者，他是一个有领导能力的这个学者。而这种修养，中国的西方的他都存在。你就要看今天你看这个胡松平的年谱十大本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人文修养一直是我们那个这几十年来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性的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讲台湾的民主，台湾的今后的发展，所以一定要偏重到人文这个新的人文，这个整个的人文文化。我认为台湾在今天是面临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大家都看得到啊，在隔海的这个中共的政权是随时要准备取而把台湾拿下来。他拿下来的方式现在并不是完全靠武力，他是靠各种运作，因为共产党最厉害的就是他的统战，所以他的统战无所不在。如果你没有相当的这个人文修养，你根本就看不出他的统战的这个手法来，也不懂得他统战的用意何所在。比如说这个胡适能够一生不受共产党任何影响，共产党影响完全不影响不了他，主要是靠他自己的人文修养。他的人文修养使得他看到共产党的一举一动背后目的在什么地方，所以这里就是涉及一个判断的问题。所以今天在台湾做社会政治文化这上的领导人物，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例子，在这个人文修养上就特别重要啊。比如说最近发生的香港的事件啊，香港的学生从中学生到大学生是最强烈的反抗共产主义的，这个反抗这个共产党用这个法律的手续把香港收为己有。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都看见的，现在也引起台湾的这个学生的支持。那就在台湾支持中间，我们也看到有些台湾许多人不一定都支持香港的，这里就是有判断的问题。这个判断问题就是说你对这个共产党有不同的想法，这个想法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而且必然有不同的想法，不过这个想法最后必须要根据很深厚的人文修养人文知识。如果缺少这些东西，我想这个台湾的这个对共产党的应付会越来越困难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个岛内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而这个真正的对共产党要影响到我们的民主生活方式这一点大家并不太在意。现在大家主要在意的还是一个钱的问题，这是因为大陆有钱，所以大陆这个钱的这个发挥作用远在它的权力之上。这个不但是中国受到这样的这个影响，全世界都在受影响。所以许多《纽约时报》常常的报道就是说，许多这个支持少数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这个人士今天都不说话了。不说话的原因就是各国都恐怕如果一批评这个共产党在新疆所作所为，对维吾尔人族的大规模迫害，几百万人的上百万人的迫害，没有人肯说一句话。这个原因就是至少政府也不鼓励，像法国像英国都要保持缄默，
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他把民主的人权种种观念都抛到一边，像最怕的是这是共产党不跟你做生意不来钱了，你就一切都没有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我觉得这个香港的这个学生所表现的就是香港本身有一种人文传统文化传统。我在香港住过八九年，我很知道你香港从这个1840年就归于英国管理了，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香港没有建立任何民主制度，不可能的，那是殖民地，不会有民主，所以连政治学都不许教。可是他给香港有一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就是自由。所以一到香港，我到香港，从大陆到香港，最感觉惊奇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言论都有报纸都有杂志。这个原因就是他在自由方面不限制你民主你不能跟我争，因为我是这个敌国的这个主宰，你们是殖民地的人，要听我们的话。但是因为这个自由是存在的，这在教育上，从中学到大学，后来由中国这个四旧以后，这学者逃到台湾的，又在香港办了很多的大学或者学院，这些都留下了一种人文的传统。这个人文传统在香港的教育中间无形中是起很大作用的。这就是我认为今天这个香港的学生能够完全不受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能够不是抵抗这种共产党的民族主义的这个号召。你这个民族主义号召现在是共产党的最大的武器。你讲民主讲自由讲人权，你一碰到民族主义你马上就消灭了，好像中国人现在还不到讲你这个自由民主人权的地步。我们第一步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只要强大的国家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这就是这个共产党想发生的作用。就在香港他就发生不了，他不是没有，他是有人跟他，那是有特权阶级跟他有特殊关系的人或者在中国做生意做得非常成功的人，这些人当然支持他，但这些人不会是绝对不会是多数。所以香港的游行反对送中可以达到200万人的程度，一个700万人的城市有200万人出来表示这个对中国不能放心不能信任，这就是一种自由教育自由文化发生的作用。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台湾问题是在国民党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都有思想的控制，这个思想的控制就影响某些人的对于自由民主文化的一种向往虽然有人争取，可是争取的还是这个比较少数的人多数人只有在政权这个允许的情形之下发表一些议论如果你这个言论过了头，像后来的雷震，那就要关起来了，自由中国也疯了。所以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台湾在民主自由的文化发展上不及香港。刚才我们谈到人文一种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的背景对于民主的重要性。现在我要从反面再谈一谈。反面谈一谈就是说，如果有民主制度，比如说选举但是没有这个足够的文化背景，或者我们叫它 background culture 背景文化，它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我可以这样很武断地说，如果没有文化做精神在背后支持的话，这个民主会变质，会中断，会变成其他的东西。这个不是我信口开河乱说，我举个些明显的例子来看这个问题。比如说苏联在大概1992时候就等于崩溃了，刚刚崩溃的时候，这个苏联俄国的青年非常高兴，他说我们终于看到这个一种公民社会要在俄国出现了，那就表示说他们要从一个集权的国家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当时的这个俄国最重要领袖啊，就是后来普丁的这个老板，他是很主张民主的，跟美国总统也有很多交往，所以想走的路子是民主的路子。在经济改革上他也想走美国的路子，所以聘请了两位还到三位这个哈佛的经济学教授给他设计他的经济。所以当时一度看来苏联在崩溃以后要走上一种民主的文化了，民主的制度了。可是不久这个普丁上台了，普丁是这个戈别乌啊，就是他们的特务，这个系统里面的重要人物。他是从一个集权党的制度下产生的人物，所以他的目标不是民主，而是怎么样建立一种独裁的俄国。这就是我们看到事情的演变，这个演变结果就是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俄国虽然也有选举，但基本上他能用各种方式控制到所有的选举被选上的人多数支持他，走俄国的自己的路。但是这个当然不表示他都能达到完美的地步，所以最近我们报上看到俄国的老百姓因为生活不好又开始抗议了，也开始上街了。所以这个是表示这个民主如果没有一个文化的支持，它会发生问题的。不但如此，我们再看看中东的情况，比如说埃及啊，埃及这个是一个这个属于伊斯兰这个宗教的区域的，他们也一度走上民主，从大规模的示威，后来发展到民主选举，等到民主选举完了以后，这个回教的这个文化，逼着他只能让这个一个宗教支配人的生活是生活方式，所以慢慢他就又走上一个专制的路子，这个也记得今天的总统。又受到刺激，又受到挑战，可是他这个专制军事专制并没有停止，还在继续，一时也看不出是有很大的变化。如果再有个例子，就你可以看土耳其也是很早就有民主的倾向，就有民主的制度的发展，可是到今天那土耳其是很著名的这个专制的国家，他的这个总统，照说应该支持所有被迫害的，世界上任何地方被迫害的回教徒，比如说，这个新疆的维吾尔人，有好些都是土耳其的，是出身土耳其的后代，
但是你看这个土耳其总统对这个中国从来没有一句话，从来不能公开的，私下讲没讲我们不知道，公开的没有听他讲过有所抗议啊。如果这个东西这种迫害发生在民主国家，比如说法国或者英国或者美国，那他声音会大得不得了的，是吧？这里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业绩也是一个转向，就是他的民主后面没有这个文化，它是很难发展的，而且要逆转，不但会发展，而且会逆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人文修这个文化修养啊，人文跟民主的关系啊。所以你要不从反面看，你看不出这个情况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再顺便谈一下中国大陆的情况啊。因为我们台湾不能跟大陆分开，那是不成问题的。我并不是讲统一不统一这个问题，我不提的啊。我只是说大陆跟这个台湾关系密切，是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都是中国，就是所谓中国人吧，对吧？很广义的说的，所有都是，而且也是一个同样的语言啊，同样的文字啊，但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制度啊，所以台湾的人如果对于大陆没有比较平稳的判断，比较公平的判断的话，就往往会误读他的一些活动。这就我要讲的今天共产党的情况，是台湾的危机所在。这个共产党从毛泽东死了以后，当然也发生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邓小平领导的所谓改革开放。他这个改革开放一度也诱惑人，以为他走上民主的路，所以这个改革开放在80年代，是使中国的知识界的人，尤其知识青年非常兴奋啊，就希望民主指日可到。这个发展大家都知道，后来到了19896月4号啊，大屠杀，天安门的大屠杀，所以在这个时候共产党的面目就很出现了。就是邓小平的改革不错，他是要纠正毛泽东的片面的错误。毛泽东是认为政治就是一切，权力大于金钱，所以他是完全靠权力来把共产党引导到最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整个文化大破坏，所以连这个生产的能力都没有了。到了这里就这个75、76，这个中国农民耕田都成问题啊，所以饿死的人相当多啊。所以这个是邓小平看到的，是共产党可以专政，但是不能够让老百姓不能生活，所以这就是他改革开放的原因，叫改善经济，从经济方面着手，使中国走向另外一个阶段，这就是他所谓的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是经济性的，不是政治性的，政治上一点没有开放过。我读过很多的，甚至全部的这个赵紫阳的这个后来的回忆跟他的基本文件，也读过许多胡耀邦的说法，他们都是真正想走向民主开放的人漏的。所以胡耀邦这个赵紫阳最后在中央不能存在，因为他最基本上他违反了邓小平的最根本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
权力永远不能脱离共产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权力可以放到地方，但是还是地方上共产党来抓住，不是任何私有企业可以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记得，在80年代，很多的西方人，包括台湾的、香港的这个观察家，都认为这个中国要出现一个这个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也是以私人企业为主的，国家的企业慢慢在改变中，而且同时，因为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的这个国营企业，这个是非常不得法，也许多也开始倒闭，这样就给人个印象，他的这个国有企业要被私有企业所代替。可是到几年以后，尤其是在这个六四以后，我们记得邓小平在1992年，有南巡，这是他很大的事情。这个南巡，他就是要他自己退休了，政治上退休了。可是江泽民接手以后，正在六四之后，他就想这个回到这个原来的办法，放弃这个经济改革，这个就引起邓小平的不满意，所以他要有南巡，到处讲话，就是说这个企业的发展不能停止，但是企业发展不能停止有一个先决条件，从前没有讲的，就是说一定要在党的控制之下。所以从那个以后，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是有个市场，这个市场不是私人企业能够掌握的。所以中国到现在为止，老实话，这个私人企业成功的，第一非常少，第二已经好些都被清算了，有的人关到监牢里，有的人死掉了，有的人像是个最近那个年轻一点的叫马云，也开始自己知道知难而退，所以这一切的经济企业的发展都由党来控制。所以我说共产党不是像外面西方所说的叫做国家资本主义 state capitalism， 它不是以国家为单位为主体，它是以党为主体。这个是我叫它是 party capitalism， 这个词还没有人用，不过我现在说这是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有许多事实证明可以支持的。所以你现在你看他在中国能够发财的人多半是党本身这个派的这个企业家，然后他的亲戚朋友可以借各种机会，可以运用各种方式。因为你要没有这个党的支持，你没有办法在银行借大批借款，你也没有办法找到大批的运输队伍帮你做，所以你根本就发展不起来。如果你要发展这些发展的手段全在党的控制之下，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党的这个资本主义，以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所以既然是以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它就不能容许这个私人企业有过分的发展。有少数企业私人企业起来的都是有时候是中号的，或者不是很大的，而且都跟党这个都跟党有某种亲戚有朋友的关系，才能够得到这种机会。所以这就是共产党现在在经济上一种策略。所以你要想跟他在私有企业的市场上打交道，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有两个东西，但是共产党有一个重要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不许这个党的这个企业变成个人化啊，如果是企业不能变成个人化，那就是私人企业也要在党的控制之下，所以你看到那些很多的大公司里面都有党部，都有党员，最后党的主任，这些主任是做最后决定的，所以经理反而不能做最后决定。这就是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他在经济上放松了，放松的原因呢，还放松的这个象征之一，就是你吃喝玩乐都没问题，这一点跟从前不一样。在毛泽东时代，你跟玩都不能玩，你也不能够是自己多种点菜，做这种菜也骂成资本主义。现在他不这样，只要你不挑战党，只要你在接受党的领导，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啊。所以他妓女也多，这个娱乐场所也多，贪污是普遍的。所以最重要的，你要看在共产党的贪污的问题。共产党的贪污是一个制度性的贪污，不是一个个别人的这个不好。你看他每一个从省长、副省长或者某种部长这个位置上打下来的人，贪污的人都是以贪污的名义打下来，而且一贪污就说多少亿，还不是少数。但是每个这个被打下来的人都有多少亿的贪污，你可以说他的贪污是普遍的，是我全面的。之所以被打下来，是因为政治原因。所以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打掉许多这个像周永康就是被打掉的，他的财产发展的非常多，跟他相关的企业也相当多，这些都垮掉了。这些垮掉原因就是在党的控制之下，这些重要的企业必须就是习近平能掌握的，不是别人能掌握的。所以习近平从这个观点出发，到最后发展出来的必须是一个新的一人专政，所以他必须要消灭是5年10年换一个人。过去你像江泽民是10年是12年换了这个胡锦涛，这个胡锦涛而且是邓小平事先指定的人，所以他不能不换。但是胡锦涛是个10年完了以后，他就不能再就是习近平当时怎么出来的还要值得研究。不过无论如何，习近平在10年以后拿到政权以后，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就是不再谈10年我们换一个领导人，也不再谈集体领导。从前有集体领导这一说，集体领导或者9个常务委员，或者是7个，不管是9个是7个，这些人都有作用的。像周永康啊，就是胡锦涛时代的很有名的这个集体领导人物之一。他确实有权，可是到这个胡锦涛这个制度没有了。胡锦涛也有7个人，好像是7个还是9个，不记得，大概还是7个人。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没有真正的权利了。最后是选上了一个常委，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那就是7人之一，是一个叫王沪宁吧。他是什么人呢？他是宣传给习近平领导做宣传的一个人。所以这样人上来以后，他就要走上
的路就是毛泽要走毛泽东的路，啊，那就是一人专政，所以他先废除这个集体领导，再废除十年换人，最后完全废除任期，没有任期了，啊，上次这个他的党的大会一个最大的消息，啊，就是不再有任期，就他可以做到死。但是他做到死以后怎么再接手，这个问题没交代，所以这个问题，最近又在共产党内也出现了，啊，还没有人正式敢提，可是他都觉得你这个习近平不能毁真正毁万岁啊，是不是？如果不能毁万岁，那下面是谁怎么接手，这个问题没有交代，那将来会大乱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共产党的现实情况。我们在外面看人要最小心的一点，就是不要认为他放任私人生活，这个自由自在，好像无所谓，没人管。事实上，他的管理的是无所不在。比如说在大学里，我现在知道的，大学里这个黄金英当然也知道，啊，所有的教员上课都有特定的学生去记录。而且还有记录以后还要报告给党，他讲了些什么东西，啊，所以换句话说，你一言一动都在他党的控制之下，啊，这跟从前随便说话都不同了，啊，你像到今天大陆的报纸，如果中央不让你登，没有一个地方能登任何消息，啊，所以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大家在国内的这个学者来访问的各国谈话的都认为是不能忍受，啊，但是不能忍受还是得忍受，一点办法没有，啊，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习近平让有些不相干的人，他本来与政治无关，他就要赚钱，我就说吃喝玩乐是吧，这个不影响他政权，你只要不影响我政权，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这个有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外面人看不清楚，以为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了。我常常听到这句话，共产党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了，啊，你要吃什么喝什么，啊，吃喝嫖赌都可以做，啊，那就当然不是共产党了。所以这是非常这个有害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我想在台湾也会有不少人接受的，或者至少这个觉得这个共产党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种可怕的共产党。其实，实际看起来，这种制度是更可怕的，啊，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渗透。共产党的渗透在台湾已经大家都看见了，对不对？现在是台湾还有人这个就用他的年号，用他的这个名词谈问题，也还而且等于这个像从前专讲自由民主的《中国时报》已经变成《人民日报》的这个台湾版了，所以这样的情况在台湾都能发生，我认为这是台湾这个人民人文修养，这个还有很大的一段缺憾。这个缺憾如果不能补起来，你就没有办法这个对抗共产党无孔不入的甚这个想把台湾夺为这个他是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且现在很多人讨论的只是好像这是民意问题，我们叫什么呢，或者叫特首，或者是香港的特首，或者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好像也不必那么强烈的反对，至少没有反对，没有强烈反对的这个倾向。我在台湾的报纸刊物上看不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个对于共产党的认识，在这一方面需要加强。而这个加强的方式就是你必须要有在这个文化的各方面都要有相当的
准备，无论是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或者思想，或者是尤其是史学啊，如果这些方面没有起码的修养的话，我说的不是专家，我只是说就起码的知识，一般的知识，就等于在美国你要去，你要在政府工作的人员，我想他基本的这个人文的常识都是具备的，否则他不能应付这个一个复杂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这就是台湾面对中国大陆所发生的问题。中国大陆会不会改变啊？会不会有一天这个也崩溃，这个不知道，有这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我从前指出来，这个苏联差不多是70年，后来《纽约时报》最近报道是纽约苏联实际上是69年，今年这个中共是70年，在我们就是今天的10月1号，70年。10月1号那天，我是在北京的，就是1949年7月。但是我不认同共产党，所以我没有参加他那个几十上百万人的在天安门的集会。但是我知道，当时参加集会人都没有准备，有个最荒唐的事情，就是没有地方小便。所以这里又引起很多很多的大问题来啊！当时人毫无办法啊，他没有准备足够的人可以上茅房啊，所以可见的共产党呢是非常非常匆忙的要成立他的这个共和国，这样毛泽东才可以以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去访问苏联啊。所以共产党会不会就70年会不会垮台？看起来这个共产党这个目前是正在最强大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大陆的这个天安门的游行，展示各种新的武器，让你看到中国不再是任何国家能够侵略的、能够推翻的啊，是很明显的。可是问题不是在这里，苏联的崩溃也并不是军事上的崩溃，而是大家觉得这个制度我没办法活下去了。所以这个七十年的变化在苏联和有这样的不同，我也要讲一讲。就是苏联可以说到快崩溃的时候是经济的崩溃，他最后一个美国的对手就是雷根，雷根就下定决心要在经济上跟他拼，所以拼命发展各种高级武器，逼得苏联也要做。苏联没有这个钱，但是也非拼命做不可，所以越来越经济崩溃。而苏联有一个看到，你可以看到没有什么俄国的华侨人侨民在有钱地区给他寄钱去，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第一，他没有这个，在经济上，像苏联一样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他的改革开放使他，积累了很多的钱，很多钱当然是美国投机的也有部分，但是天安门以后，几乎，所有外国的投资都停止了，但是。香港的侨民，这个甚至台湾想做生意人，大批去台湾，去大陆，就是使他经济能够复活，能够这个迅速的发展出来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苏联跟中共完全不相同的地方。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台湾侨民，台湾的这个。人对于大陆判断是相当不准确的，他不觉得让台湾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对自己有什么威胁，因为这个大陆已经变成一个某一种市场，是我可以利用、可以发财的地方，啊，
这就是认识问题，就是判断问题。所以我觉得我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想一想，这个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以后才能了解中共。所以中共不是一个简单的就能认识的，也不能拿某一点加以夸张，这就是全部的中共了。但是我觉得中共并没有并没有消失，所以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它只有比从前更强大。它只是现在学聪明了，有些地方我可以不管，你不管也不会影响你的政权。所以这就是这个现在一种情况。可是它如果只是保持政权，那还罢了，但是他的野心非常大。他现在的这个，你看他天安门这一次的示威，很明显的表示，我的台湾是随时可以拿下来的。但他当然不会，在外部的情况，他不会动武，因为动武以后这个后果非常大。可是你也不能是因此到这个阶段，我们台湾很安全，他不敢打。对，这又是可能非常错误的算法。想法，所以你不能不考虑，共产党现在是日夜在算计，怎么把台湾收归己有啊，收归大陆啊，所以他同样的判断，实际上也是发生了错误，就是在香港，他们可以拿从香港开始，啊，如果是当时最早的提议，就是有些犯法的人。可以送到大陆去受审，这一点他就是想把台湾的这个香港的法律这个权利，最后移交到中国大陆去，说台湾人香港人立刻就发现这个危险性，而这个跟台湾有关，是一个香港的人在台湾杀了人，是不是？然后跑到香港，但是没法引渡，所以在这个引渡案时候，这个中共就。让这个女特首，采取这样一个方式，因为这个不可能，北京，不招呼他就这样做的，不会是他自己做的，他现在只能承认是自己的错误，不能说是北京有任何错误，所以，这里可以看出中共，他是实时在算计，怎么样收回一切他认为是属于他的领土，这里面就是。先是香港，下一步当然就是台湾，所以台湾的方式采用的是从内部进攻，也很清楚。但是还不止此，共产党在这个南海的许多活动、造岛的活动种种，跟这个菲律宾、越南这些海洋国家也发生冲突，所以他实际上走的一条路，如果不是原始的苏联的集权，就接近于这个二次大战以前的，德国希特勒的集权，希特勒和日本都走过这条路，因为他不扩张，他就会发生危机，因为这个你的军队那么多，军队是要求作战的，如果不作战。军队这个底层的军官永远升不上来，所以只有打仗才能满足这个军人，所以这就是逼着他要向外扩张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中共另外一个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就可以造成说不定在什么地方爆发。这如果这样东西一爆发的话，那就那他内部也有问题。第二个当然是他内部的问题，内部问题现在是不要以为中国发财了，大家都有阔了，实际上穷的地区还是非常穷，有些地区连吃饭钱都不够的，尤其像西北，像甘肃一带，我所得到的报告，就包括延安。就是他起家的地方，
生活是非常困非常困苦，因为他这里现在他的这个中国本来有近十亿的农民，现在这十亿的农民好像目前已经减少为五六亿了，因为许多人都到城里面去找事去了，而共产党也怕农村，因为他起家在农村，他搞游击战也是从农村打出来的，所以现在共产党要这个把农村几乎让他完全控制在手上，所以许多农民他都把他的房子拆掉重新盖造大房子，使他们住在接近城市的地方，但是他们耕田没有了，就是在共产党现在为止把所有的土地都放在党，实际上是放在党的手上，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有土地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这个五六亿人的生活是相当困难的。这些困难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本身既然不报道，外面人也不能去，也无从去采访，所以这个是共产党一个很内在的一个大危机，所以这些危机都可以在引起台湾这个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观察家，这个深思，想象应该怎么办啊？应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所要求的人文传统、人文教养，非常广泛，而且比其他的国家要的人民的要求还要高，所以我非常希望这个台湾的人文跟他的民主制度可以配合起来，慢慢向前发展。余音十月。